ikä vaan. Sato, elautui. Elautui. Elautui.你是讲你吼，把你塞起楼梯，把你拔到受伤的心，通你吼，你哪会当对阿妈下手啊？你是你的亲阿妈呢？通你吼，你给我跪，把你阿妈跪下，紧嘞，叫回事嘞！做不到，阿妈，是的，阿妈，我嘛一直受着良心的折磨啊，我足后悔的。家仔，家仔，你有精神啊，阿妈，嘛该带你来做照顾。我嘛希望你能更好起来啊，所以我嘛最用心伫照顾你啊，这个算我弥补你啦。阿妈，妈，姐啊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。我改死，我改死，我改死！我哎，好啊好啊，你起来啦！你老实跟我讲，小鱼失踪，跟你有关系无？妈，我真正无对小鱼安那啦。自顶个了后，我着吼对小鱼拢作客气的，嘛对拢作礼貌的，唔敢对安尼起卡动手啊。妈，姐啊，阿妈，请恁相信我啦！我若讲袂惨哦，我出去哦，就叫车弄死啊！阿阿姨，你吼的个性我真了解啊！伊讲这款重话，就表示讲伊无讲袂惨。我想，咱会当相信伊啦。你这双手，搞坏走人家车又大，我感觉你拢袂好啊！我家己的孙，嘛车又大汉啊！阿姆哥，因为我当年的祖父，放掉我爹。陪我受这个秘密这么多，让你委屈啊！江小鱼，你对小鱼做什么代志？你对小鱼做什么代志？你奶奶对待小鱼，彭志明。
竟然为了你家己的利益，不顾别人性命，你到底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真正是真正你害了大家什么家？你害了大家什么家？我真正想问你，谁做的孽事？你奶奶，你给我做一个好吗？好吗？胡咪，胡咪啊，你这么是开笑还是哪？我知啊，你真介意杨小鱼做你的新妇，也无需要陪去死啊。对，您是安怎用这种眼神看我？到底是安怎？爸，拄只妈已经讲了足清楚的啊。杨小鱼就是我的亲小妹，共爸共母。你啊，唔对嘞，你，你生李红，你什么时阵生杨小鱼的啊？还是讲你是相亲啊？还是？你家己呢？你莫迷茫啊！根本无什么相识啊！洪启明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当初我生是查某的，不是查甫的，是杨小鱼，不是彭丽红。你害我，是杨小鱼，是你的查某囝，你跟我查某囝向我，我你跟我查某囝向好无啊？阿妈，对，我当初为着要维护咱的婚姻，我不择手段，这是我的报应。我应该的，我的报应来啊！为着我把小妹妹送回去死啊，都不要紧啊，这是我的报应。阿妹，你哪会当做出这么离谱的代志？我这个叫笨手的孙子，我的后生，你哪会安尼做？我害死我家己的查某囝！爸，我叫你阿爸，来叫我爸！我怪你无怕命，可以敢跟我出跑？我那卡拢夹袂了，快替你收过。洪启明，你这摆是咧讲什么笑话啦？我的后生，我阿爸有冇换过啦？啊，不过我后生是，咱那些捏啊大，咱亲手甲饲大呢，爸面有真深的感情。当我知影讲唔是我亲生的时候，我心肝头除了艰苦以外，我有哪感觉足唔甘的？你是什么哪行的人啊？知影唔是你后生尔，你甲品性还不是得好？怎么叫陈家玲姑？我只无干爹陈柳依，叫你干还是？叫你干还是？你干怎么干养活我？干啥养活我？你啥养家？好了好了，我祝你顺利，来嘛，你前面艰苦了，先看嘛，向你吧。
小雨，你平安无大事，平安无大事就好啊。我知你平安无大事，你平安无大事，我会放手啊，我会放手，我会无办怎么行。哎呦，地公妹啊，地公妹啊，哎呦，地公妹啊，你是安怎要跟我讲三句？你是安怎要跟我葬地啊？啊啊，我头发头一点，啊，哎呦，洪启明、彭丽宏。您涉嫌杀害彭其先，另外彭其敏，您涉嫌杀害宋金花、杨小鱼未遂，今嘛被枪你两个跟阮两个配合调查。彭其敏，我实在是想不呢，你哪会变到这么恐怖？全家拢被你毁掉啊！你半夜吼？昏迷。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了咱这个家，我好过，大家好过，我有什么不对？难道是你？他外囡仔是你对不起我？你这个人设计我，看我的笑话，你搁害我，害阮爸阿囝烧台，恁真是要上恐怖的人。你们毁掉我的心，啊！今仔日哦，我跟你做伙拼，别跟我拼，我要跟你拼，哎呀，我要跟你拼，别跟我拼，别跟我拼，别。你不知道我用妈妈这个身份，会当安尼甲你破掉掉，我望足久足久未啊！哦，妈妈抱走囝是天公地道的代志，想要抱就抱啊！我问嘞，你之前抱我的时阵嘛，拢无甲我问过。哦，妈，你即马是咧偏心小鱼就对啊吼。阿玉，我总算会当甲你讲一声实话啊，真实话。因为当年我的自私，做遮尼离谱的代志。伤害你啊！啊，不过我即马袂去管市民的看法啦，我要较坚强的，我要好好保护你，还佮有安琪。我希望会当予你一世人永远无烦无恼。多谢你，妈。妈，我徛伫遮拢听着啊，妈。我是想要听小雨叫，嘛不是听你叫啊。